离开日落海边，我却只记得你温柔的侧脸。有太多的未知，太多美好在等着寻找，趁着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向明天奔跑。在夏日离开之前，让我们再疯狂点，那些没说的语言，没拍的相片，全都一一实现。在夏日离开之前，让我们再靠近点，每个难忘的瞬间，你都在身边，有你才完成了夏天。白砂糖可以代替木糖醇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方法是一样的，要分三次加热就好了。哎，蛋糕好像烤好了，我们端出来看看吧。哇，看来好成功。上面呢，我撒了一点蔬菜粉，如果你喜欢吃糖的话，用糖粉也可以。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次直播再见了，拜拜。我还没吃早餐呢，师傅。这是我专门给村长做的无糖版的戚风蛋糕，这窝窝头玉米你吃啊。你现在改成美食攻略了。面对这样的吃货，我可是最有经验。哎，对了，存储卡拿回来了吗？哦，拿了。来。因为林卫资产冻结的事儿，我们的股票持续下跌，我希望大家都想想办法，各抒己见，所以站住，过来。靳总，你迟到了2小时47分钟，你干嘛去了？你喝酒了，浑身酒气，跟谁喝酒去？谁让你喝酒了？你知不知道喝酒会耽误工作？知道我们这个月业绩为什么不达标了吧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，上班迟到。黄总监，通知财务，扣掉工资。散会。不是你让我喝的吗？村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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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做了戚风蛋糕，你尝尝。我糖尿病3个加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能吃甜的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所以我给你做的是无糖版的，上面还有野菜粉，对血糖是很有帮助的。蛋糕里加野菜，那能吃吗？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别拿吃的俯视我啊，我不是你想那种人。行吧，那我自己吃。嗯，野菜的香味加上蛋糕软糯的口感恰到好处，我简直就是一个天才。嘘，众口白苗谁不会呀？谁知道好不好吃？嗯，那你尝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一口。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，经不起诱惑。村长，我知道你根本不想茶苗被毁掉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苗啊？
救不活的。他能想到季月想不到吗？我们想不到吗？您这就是典型的原因论，用过去决定现在，用原因支配结果，太悲观了。你这是在教我做事啊？我是在求你教教我做事。村长，林卫他真的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，他有迎难而上的决心，你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条明路啊？我长明都死了，我能有什么明路啊？我就算是有的话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那你不告诉我，你写给我行吧？那也不行啊，我不能背叛我的村民，除非天上出奇迹，长明自己活了。但是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上面呢，沾满了武明山上的土啊，要是洗一下的话，会不会好一些呢？谢谢村长。哦，真的好吃啊！林卫，林卫。村长给话了，如果我们能定期洗土，说不定会有改善的。洗土没有你们想的这么简单，就我们几个人折腾，茶庙早就凉土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早就咬人了。师傅，我带人过来了。哎，伙们，动起来了啊！来，跟我们走。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啊，太好了！大家伙辛苦白费了。哎呀，太累了，这个活太辛苦了。还行，太热了这儿。哦，没事，累呀。哎呀，大伙辛苦了啊！你这身着骨还行啊哈？啊？哎，咱们干的是不是挺快的啊？大家都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，没事。明天晚上我请大家一块吃饭吧。哎，那好，带上我家六六不？当然可以啦。把那个村长也叫上啊。啊，行啊，没问题。行，大家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，你们休息。拜拜。走吧，明天赶着吃好的了哈。林卫，我下午约了朋友谈毕业论文，你送我吧。舒月，你帮我去送菲菲吧。谁要他送啊？你别在这刷存在感，谁都不如他的差。我不如差，你不如我。你菲菲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论文还是比较要紧。对呀，舒月，你绅士一点，不要让人家女孩子自己一个人下山。师傅，可是我里边文案。去。走，快去快回，我开车很快。你走呀，站在这干嘛？快走！啊，师傅，电脑帮我拿一下啊。不是，你学校这也太远了吧？我是要真送你过去，我回来得啥时候了？你这个，小心！你干什么呀？我真的服了你了，你这都能摔。你流血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擦伤而已。擦伤？你这有可能会是破伤风的。哎呀，破什么破？我们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这边真的破了。喂，朋友，你别那么卑微行不？你自身条件挺好的，你干嘛要那样？那我总不能像你说的那样，反其道而行之才有收获吧？那收获呢？我想我是误判了，准确来说是，林威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他了。啊？我看这个趋势啊。他们是快要好起来了，我高估了对他们的认知，太大意了。你不是说你的战术布局跟战略都没有问题吗？那战术肯定是没有问题啊，但是我没有考虑到人的变量啊，这谁知道人会变啊？那怎么办？这样，你等我先回城，再去研究研究，再看看书。
还回城？你怎么不按个 B 呀？嗯，太烫了，你帮我吹吹呗。这么严重啊，那就只能让舒月回来送你去医院了。哎，嗯，喝了热水果然是好多了，果然热水治百病啊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一定能感受到你的决心的。一定能撑过来的。我会陪你一起看他们茁壮成长，枝繁叶茂。苏时雨，我明明都拒绝你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帮我呀？我想帮你就帮你了。万事随心，真羡慕你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你这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想一辈子种茶吗？苏时雨啊，嗯，鸟翔真的发烧了，我好像真的发烧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脸越来越白，头也越来越烫了。我送你去医院。哎，等，不是，我是好朋友来了。那就只能多喝热水了呀。你够了。我说，你除了要帮我买药，还要帮我买一下那个。日用夜用啊。你好懂。我投过，说。这都投啊。这种刚行了，不用介绍，你赶紧去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这儿坐377就能直接到了，我都帮你查好了。你只送我到这儿？我们俩现在是同盟，我得赶紧回去侦查敌情。苏时雨还说你是个小暖男，我看他是眼神不太好使。不错，人品还算过关。我是让你赶紧下车，你的377来了。人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知道了，我不会轻举妄动。妈，不要再催我了，我真的已经决定好了。一接电话就不耐烦，你妈就不能关心关心你了？关心？你要怎么关心我？你不是快生日了吗？我给你打了点钱，我和你爸呢都不在身边，你一定给自己买个礼物啊。礼物？我真是脑子进水了才会让你去帮我买。我去弄个热水袋。沈岩，沈岩妈妈跟你商量一下，我可不可以买个成品给你啊？我真的打不动。还真是三分钟热度啊，还说给我打围巾呢。围巾又不能随便送给异性，这当然送朋友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再给你准备红糖水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大街上一拉一大把的普通男人，决定了你的修行注定是失败的。不信我们打个赌啊。赌什么？赌你就是个俗人，赌你会对我动心。苏诗玉，我负担不起啊。负担什么呢？负担我对你的友情吗？你觉得对一个人好就是得得到回报是吗？我觉得那不是真的希望他好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负。我明明都拒绝你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帮我呀？我想帮你就帮你。我来照顾吧。你来。你看，我说休息一天就好了吧？就你聪明。哎呀，你别碰它，小心带走它的水分。赤道的暖流，空气中温度的问候，心动升温上头。呜哦，脱下北极圈的颤抖，语气中热带的温柔，你的回忆又害羞。海带现在偷偷看着浪花与沙滩邂逅，我们都在对视中忘记眼里相爱的绿洲。动人出山。这是向我们宣战呢，你要稳住啊，我还在研究战术。图二，整理完文案赶紧回来，我和林薇做了一桌好吃的等你哦。真的需要做这么多菜吗？我其实没那么经常做饭。原来你也有不会的事情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好了，你来摘菜吧，我去洗菜。摘菜。哎，帮我把那篮子拿过来。谢谢。我不同意。林薇已经向我们证明了种茶的决心。我们没有理由阻拦他，也没有立场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村长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觉得大傻婶这次说的也有道理。村长，你是咱们村的表率，您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，你得给大家伙起带头作用啊！你这么做，让我们怎么信任你啊？我们先棚、灰苗，我们该做的都做了。如果我们再做的话，是不是太缺德了？要说缺德，也是他们缺德在先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也不想想，好味咖啡当时是怎么坑害我们小庆村的？您这么向着人家说话，您这良心不会痛吗？行了，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
散会。哎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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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卫，我们先去你家了啊。好。林卫，跟你叔好好说啊。免开尊口啊！我要是去了，就等于受贿了。我过两天要去镇上，你有什么要带的工具没有？我一定会把十一里香种出来的。这话不能说得太满。林卫，你妈在天上看着你呢。道阻且长。谢谢完了，哦，我帮他翻译一下，就是大家对他这段时间的关心和帮助，他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所以谢谢大家。他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，努力的种出十一里香，不种出茶苗，绝不下山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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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着喝都不算啊，咱们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什么都在酒里喝酒。对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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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来来。大家快尝尝啊，这可是林卫亲手做的。哎，好呀好呀，我想吃这个。来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好吃，来，我知道这个菜，给我给我，这叫家有天成，我得尝一尝。来，哎，你一个人吃家有天成有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？哎，我想吃这个。师傅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去改一下文案家的素材。哎哎，别别，我去就行，你跟妈玩一下。这是我工作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坐下坐下。啊，你走了，这天就聊不动了。啊，你是负责氛围的啊，你得带动气氛啊。我还是气氛组呢。哎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小苏。来，喝一杯吧，来。你看，大家今天都给面子，你做的菜都吃完了。你也累坏了吧？好像又要下雨，我去把茶棚加固一下。哎，我去帮你拿伞。怎么找不到呢？东西都是这样，越着急越找不到。师傅没关系，慢慢找。但是过几天笔稿的素材，哎，我怎么那么粗心大意？哎，不会在柜子里的。你买的？哪来的钱？哎呀，就是。你之前卖包给我发工资的事儿我知道了，以后别这样了。我大小也是个股东，公司有困难应该要一起承担。谢谢啊。没事，快找吧。可能落在别的地方。啊，我给你去外边。哎呀，这事儿也怪我，我拿到就应该备份一下的，结果我那破电脑没内存了。你拍了那么久，而且这存储卡好不容易才恢复数据，我肯定要把它找到的。师傅，我们还可以重拍的。我手机里还有一些素材，我们只要再补拍一些，肯定来得及的。说不定落村长家了，也有可能在茶棚。师傅。现在太晚了，要找的话我来找吧。
你回去赶吧。师傅，有件事情我还是想现在就说清楚。没事儿，想好就行。天下呢，有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我没说要走啊。公司未来三年的这个发展方案我都做好了，你光顾一下。师傅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去改一下文案加的素材。对不起啊。啊？你干嘛对不起啊？你记不记得我实习那会儿，把公司那个硬盘弄坏了，你就带着我一家店一家店找人去修。你那个时候跟我说，我们是一个 team， 不分对错，一家人讲什么对错，只有陪伴与扶持。哎，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让我抓住一次你犯错的机会，也让我陪伴扶持你一下。咱们找了，回去重拍吧。今日参数：小金村自产咖啡粉15克，水洗研磨度6，水240克，粉水比1:16，水温94摄氏度，时间是120秒，只需要2分钟，一壶优雅的手冲咖啡就完成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停一下。那个大沙省王是二姑奶奶，咱们可以不用一直看着镜头的。那不看镜头，我们怎么和观众交流啊？是啊。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一条呢主要是拍我师傅冲咖啡的过程，然后咱们就聊天就可以了，让大家觉得很惬意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再来一个就行。行，那我录了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今日参数：小金村次产咖啡粉15克，水洗研磨度6。二姑奶奶，你们家鸡跑出来了。来，快关了吧，关了吧。就你啄我们家豆子。大家婶说了啊，把他有双下巴的镜头全部都删掉。大沙婶连这都懂，不愧是小金村的潮流达人啊。林卫，你说说你，你就不能装个淋浴巾吗？这又不影响你修心养性，我洗澡洗脸都不方便。算了，跟你说了也没用，当我没说过。好了，师傅你看一下。这手怎么了？这个就是拍视频的时候，那相机一直卡在这儿，磨红了。啊？那这怎么办啊？你帮我吹吹就好了。好。师傅。干嘛？你不是让我帮你吹的吗？我让你吹我手，没让你吹我脸。这就对了吧？一整天都这么丧。哎呦，存储卡丢了，要重拍的素材太多了，能不重？好了，你就先别想这些了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还要去好味咖啡问问体验会能不能宽限几天呢。等回去之后呢，我要好好洗个澡，这里确实太不方便了。那看来还得装个淋浴间啊。哦，最好再来个浴缸。哎，林卫，你看既然大家都需要，不如就买一套，不然多不方便啊。住这儿可不是为了让你们图方便的。小苏啊，你们提的这个要求让我很为难，再给你们延长2天那肯定是不行的。黄总监，主要是我们这边出了一点状况，我们所有的素材都要重拍。打住打住打住，那是你们小时光的事儿啊，如果我给你们延长了，星灿那边我也不好交代嘛。实在不好意思黄总监，那咱们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解决办法？这个啊，得尊重星灿的想法，只要他同意我们也没什么问题。师傅，难道我们要去求陈香香？
你们都承认是自己的问题，那就拿出点诚意来，直接退出项目不就好了？你要怎么样才能同意呢？上次村里的事情你还没跟我道歉呢。是你先挑衅的我。陈香香，是你三番五次出来挑事，整栋楼谁不知道是你忘恩负义，拿着在小时光做出的单子去了新灿了。你们现在是来找我商量时间问题，还是来翻旧账指责我的？上次的事情呢，是我们错了，希望你可以多宽限我们几天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讲诚信了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们还没有看微信吧？我刚才收到了一条微信，金总已经把汇报会的时间定了，就在周五。我是答应你了，可是我实在是没办法违背他的意思。也许你们现在赶一赶，还能出点活呢。你这不就是在耍我们吗？是你们对工作不上心，怪谁呢？谢谢苏苏姐的咖啡哦。陈香香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得想想办法。在前方，有点晚了，师傅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了。你也早点回去啊。嗯。嗯。林卫。嗯。浴桶，这你自己做的吗？嗯，怕大家不方便，就随手做了一个。嘴上说着不，行动比谁都要快。那我先进去泡会儿了。等等。怎么了？那个油漆还没干呢，先别进去啊。我才不信。这个世界上无法掩盖的只有两件事，那就是爱与咳嗽。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。是的，我们在爱上对方的时候，会为他改变原则，破坏原本的生活节奏，甚至变得不认识自己。爱是件自私的事儿，他会在你眼里变得特殊，无法把他当朋友对待。这么晚才回来，辛苦了。你也挺辛苦的呀。林卫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林卫，我试过了，你这浴桶做的还真不错。所以这个事，你们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没事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林卫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浴桶洗澡真的很舒服。这个浴桶洗澡是有讲究的，我跟你说。我还是要把话说完。没事就在这说。我喜欢你。些错。
底线。